做得好，所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希望帮助这个世间人，帮助他们求福。帮助他们回归到自然。这个世界上灾难就没有了。只要回归自然就没有了。那么同学们如果能够有这个机缘的时候呢，常常聚会是好事情。这个对于我们修学，都有很大的帮助。那么现在呢，这个我看到你们同学这里有几个问题。这个是校对，这种事情很繁杂。我这一生呢，没学过书，不喜欢学。讲过的东西，我不愿意再听。讲过就算了。何必去听他的那么讲东西呢，遍遍不一样如果诸位听多了，把我从前的东西都听了，你会发现到了我年年有进步这个进步要把前面放下，你才会进步。你前面放不下，你不会进步所以我是很不愿意看这些东西说完就算了嘛可是你们发心也很难得，希望帮助没有听到的没有现场听到的这些人把它写成文字流通写成文字当然最好是让我看一遍我来把它修改，你们做第一次的功夫把这个文字这个记录把它浓缩这个最后我来看一遍，那看一遍好辛苦，很累呀很累呀，真是不过你们做了呢当然我也愿意这个尽一点心力也愿意付出这个时间可是今天我们一定要晓得，世界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就像印光大师他老人家所说的，佛法救不了世界了，儒道也救不了世界了，现在能挽救世界呢，只有因果教育。